天黑了下来。老头子吃了半块海豚肉和一条去肚去头的飞鱼后睡着了。全部重量都倚在床头上，然后把肩上的绳子稍微往下拉，全身绷在右手上，把一切重量托付给右手。可是大鱼不让他休息，大鱼在海上跳上落下，吊绳在飞快地外溜，猴子背部和左手为抗拒绳子的拉力，割伤非常严重，背部和左手都疼得像火烧一样。你自己还是要感谢，充满信心吧。太阳第三度升起时，大鱼开始转圆圈，大鱼继续转圈子。